篮球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不会离开我的女朋友一样，在你需要有生活激情的时候，她都能给予你这些东西。去室外打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防晒，包括你的头发和身体其实都是需要做好防晒的，像使用雅诗敦精神喷雾，它就可以防止紫外线对你的伤害，同时又可以使你的皮肤镇静，防止光老化。